辨认出是哪国人，老外精辟画出各国特征。我画的是日本，好像哦。如果你们长这样的话，马上可以交到意大利女朋友。真假的？意大利的人口的一半就是长这样。马里奥啊，像把英国人的鸭子炖，真的是乱七八糟，很像日本人一样。对，看我的鸭子，特写给我。不要忘记明天晚上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